一位老爷爷因为在扶梯上没站稳，眼瞅着就要往身后的一位老婆婆身上倒去。关键时刻，工作人员耿青像一道闪电一样冲了过去，火速撑住了两位老人，并一路护送到站台才返回自己的岗位。三个老人一起走，中间的一位老人没有站稳，然后就是向后面倒，他们两个是贴着一起站着，然后我就直接是顶住最后面那个婆婆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就站稳了。中间那个弟弟根本就不知道后面就是有人帮他挡。耿青体重有190斤，但这丝毫没影响他的速度。虽然他的身材要瘦成闪电会有一些难度，但是在速度上小耿做到了，为你点赞。